大家好，我是李守红，咱们这节课接着讲 JBPM 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咱们这节课开始讲流程的流转部分。咱们首先看一下这节课知识点，这节课一共有三个知识点，第一个是 ST 节点的流转，第二个是 task 节点流转，第三个是查询当前流程节点，主要讲的就这三个知识点。咱们首先看一下，咱们讲的是 ST 和 task 的流程节点的流转。首先看一下 ST 和 task 有什么区别，什么是 ST， 什么是 task。 咱们以前做 demo 的时候都是用的 task， 其实 ST、task 完全可以替代 ST。 为什么还会有这个 ST 呢？也就是说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看一下 ST 和 task， 它的外观是完全一样的，后台代码其实也差不了很多，只不过 task 里边会包含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咱们看一下 task， 我这里边会有很多的这些，包括 assignment handler， 这些 on timer， 这些 transition， 这些都有，但是 task 节点就没有这么多了。咱们看一下 task 节点，ST 节点，咱们看一下 ST 节点里边都有什么。它只有一个 on 和 transition， 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到达事件， on 是咱们以后会大家给大家讲，它是一个到达事件，还有一个流出流转的一个事件，还有个 description， 就是一个描述，这个都是描述，也是 ST 也是有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表面上和里边元素上的一个区别，具体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理论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我给大家讲一下 ，ST 节点就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它不会生成任务 ID， 也不需要人完成它。而 task 节点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深度的停留，它停在这儿了，必须等人去把它这个任务完成了以后才能往下走，这个就是他们俩的区别。咱们讲完区别以后，咱们开始真正的去看一下他们俩究竟是怎么运用，怎么去流转的。咱们去新建一个项目，然后 JBPM3， 把第二关掉，咱们把这个改一下名字，改成三。咱们首先然后去建立这么一个流程，具有 ST 和 task 的流程。咱们先把这两个删掉，包括这个 test 也删掉。哎，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以前做数据库配置文件的时候会做两个，第一个是这个 Hibernate 的配置文件，第二个是这个 JBPM 使用 Hibernate 的这个配置文件。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咱们平时如果你不用 Hibernate 做持久化的，我是用那个 Spring 做持久化，咱们这个文件是可以删除的，可以不用，咱们以后就配置一个地方就 OK 了，然后配这一个地方就 OK 了，就是配这个地方就 OK 了。然后咱们先建一个流程定义，咱们叫它 flow。 咱们做一个流程，这个流程里边既包含 state 又包含 task。 咱们看一下，一个流程肯定有开始节点，也肯定有结束节点，这两个有了以后，咱们做两个 state，做两个 task， 然后给他们连起来，让他们给他们指向一个流向 ，ST， 然后这流向 task， 这保存了以后生成一个图片，咱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图片。看到了吗？
咱们可以还可以就说，给这个流程节点，当然是可以给它重命名的。比如说咱们 state 一，咱们给双登记一下，然后给它叫咱们叫状态一，咱们这块儿叫状态二，咱们叫这个叫任务一，咱们叫这个叫任务二，这样重命名也是可以的。重命名完了以后保存，这样的话，咱们重命名一下，就将来会就是查看的时候更方便一点。这个做完了以后，咱们再看一下如何去做这个 state 和 task 的流转。咱们给它再做一个 key，咱们也叫它 flow。这个是为了启动流程时候一个标识，咱们上节课也讲到了。咱们看一下，首先第一步拿到这个以后，咱们先部署一个流程，咱们去再做一个新建一个 controller，咱们这个 controller 叫 flow controller 就叫，咱们就叫它 flow。首先要部署一个流程。咱们这个部署流程就是用了咱们的以前的部署流程，从 class path 部署，然后咱们名称就叫 flow，这个 png 图片也叫 flow。咱们首先先部署个流程，部署完了以后，然后在第二步，然后在咱们再发起一个流程，咱们用 start，这里边有发起流程的方法没有？有，start。开始发起一个流程，发起完流程完了以后，我接着给大家讲述一个，就是咱们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查询流程当前所在的节点，咱们就用这个方法吧。咱们做一个中文注释，大家用的时候好用。所在节点，这叫发起流程。然后咱们再做一个，咱们再就用这个方法，咱们再做一个叫 state 流转，这个咱们叫一个，这个叫一个 task 流转，还有一个咱们叫做。过去没有了，就这几个了。咱们把其他都删掉。这个叫部署流程，咱们都给写一些注释。然后呢，咱们把名字改过来，这个是 class path，这个叫流程流转，咱们就叫做 flow 吧，叫不叫 flow？因为这边已经更目录叫 flow 了，这样会。两个都叫 flow 会产生干扰，咱们叫它 go 吧。咱们这个叫名字也让它改过来，state 流转，咱们叫 state。然后。这个是发起流程，发起流程就要 start，当前所在节点咱们叫做 now。然后咱们先把整个框架搭起来，然后咱们再去，一步一步的实现。咱们首先实现只实现两个方法，一个是部署流程，一个是发起流程实例。咱们把它放到上边，按顺序给大家讲。部署流程完了，发起流程实例。发起流程实例了以后，咱们看一下当前所在的节点。当前所在节点完了以后，咱们让它流转一下，流转到这个
task，然后先流转，然后 state 再流转，这个是咱们整个刚才的一个步骤。然后把这格式咱们去优化一下。好了，就这样。咱们都写好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项目部署好了，部署到 Tomcat 里边。然后咱们打开咱们浏览器，准备去访问这个 Tomcat 的项目。咱们先打开数据库，看一下咱们是用了这个表。咱们数据库配置文件就是这块儿。咱们用 testgbpm 这个库，就是用它，然后看一下，原来也有一些咱们的流程是咱们做测试的一些，这次咱们流程如果部署成功的话，咱们肯定这个可以就叫 flow 了。咱们看一下会不会是这个效果，咱们启动一下。启动完了以后，咱们就直接去访问了。第一个要访问的方法，咱们就是这个方法，class path，咱们的部署方法，flow class path，咱们把它写下来，localhost 的肯定是，gbpm，咱们就当是三了，flow class path 点 do，应该是这样就可以了。咱们看部署流程成功了，没有报错。然后咱们打个断点，看能不能进来，然后让他访问一下。嗯，进来了，咱们看一下，让他走过去，部署了。部署流程部署完了。我看一下，它是流转到主页面直接。咱们看一下部署成功没有？看一下库里边，flow 部署成功了，也说咱们这个部署成功了。然后咱们看一下部署成功了以后，第二步咱们要发起流程实例，这个。咱们看一下，发起流程实例。哎，断点过来了，咱把它清空一下先。流程实例的 ID 就是它，这个非常重要，咱们记住它。咱把它 Ctrl C 保存起来。发起流程实例完了以后，咱们现在非常的想知道，就是说咱们现在流程到底流转到哪儿了？咱们现在黑盒完全是看不到的。其实，咱们根据咱们这个图，刚才流程定义发起了以后，第一个节点应该在状态一，咱们查一下当前流程节点是不是在状态一。咱们是的话，就表示咱们满足咱们条件了。咱们看一下查询当前流程节点用哪个，咱们写一个方法。查询当前流程所在的节点，咱们还是查有这么一个服务，我给大家讲一下，用一个 Q Server，咱们先找到，先根据流程定义的 ID，就是咱们刚才复制那个这个，找到一个流程定义，找到这个流程定义。然后再 find 用这个方法，当前流程定义的名称，这就是咱们的，找到当前流程节点的名称，这就是这个方法。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方法返回这个 set，为什么会返回 set 呢？这个是因为就是咱们有些流程不光是一个当前活动节点，有些流程是一个分支型的，就是说我同时可能有三个节点或者多个节点在里面，就会。这就这个时候会产生，就是说同时会有三个或者 N 个这种当前的节点，所以说会返回一个 set 集合。但是咱们正常情况下，set，咱们这个是没有分支的，也就是说肯定返回的是一个。咱们先把这个 set 拿到。
咱把 set 引进来，然后咱们想打印一下当前这个流程节点，咱们 set 点一个的话，咱们就直接用迭代器直接打印了，点 next， 点 toString， 这个打印出来应该就是当前流程节点。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Ctrl+S 保存，咱们打个断点，看一下是不是能打印出当前流程节点和咱们预想的现在流当前流程节点在 state 一上面。我们看一下，进这个进入了，咱们看一下走。set 集合当前节点，它应该是 set 一，咱们把它打印出来，状态一，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当前流程节点，也就是说和咱们预想的一样，就是启动以后进入了 state 一状态一节点。然后咱们看一下如何才能进入状态，进入下一个节点，咱们下个节点是状态二，怎么才能进入呢？咱们提供这么一个方法，咱们把它写一下。哎，这个是那个什么，咱们它是在这块写，会有这么个方法来单独的去对这个流程状态的一个流转，叫 signal， 然后让它流转。咱们有几个重载方法，大家看一下，不光是这个流转，还有一些流转同时还能给传递一些变量。咱们就直接流转了，流程变量，咱们下节课会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刚才流转的时候会传一个参数，参数就是咱们流程实例的 ID。这个就是咱们的流转方法，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流转下去。OK，方法执行完了，咱们看一下，打印一下当前节点是否是已经到了 state 二上面。看一下，看见了吗？到了状态二上面了，这个就是咱们流程流转 state 节点的流转。到了状态二以后，第三个节点，咱们看到的是一个任务一。咱们如何才能到任务一呢？咱们看一下，试着去看一下，如果我再次执行这个 state 节点的流转，是否能到任务一？看。state 二节点。流转完了，到了任务一了，咱们看一下，它实体节点流转完了，应该是看见了吗？就是实体节点，咱们统一都使用这个 signal，然后到任务一了。到任务一以后，咱们看一下任务一能不能再往前走，还是否用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咱们看一下。看一下，报错了。也就是说，他找不到这个 state 这他这个任务一这个 transition。也就是说，这个 task 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来流转的。然后必须是有一个 complete 的这个方 task，然后才能流转下去。咱们以前也讲过，所以说咱们 task 流转的节点是咱们用咱们另外一种方法。咱们看一下，是用。它这个 server 必须 complete 的过程中必须传一个是 task ID，咱们这个 task ID 咱们这块就不去获取了，咱们这库里边直接告诉大家 task ID 在哪儿去找这个 task ID。
在咱们这个 task 表里边就能找到 task ID。当前 task 应该是这个，这是咱们今天的，这就是咱们 task ID。然后把这个 task ID 放到这块儿，然后完成了以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节点到底流传到哪儿了。运行完了，咱们看一下效果。咱们看一下当前流转的当前的节点，咱们查一下当前节点，让它打印出来到底是哪个节点。和咱们预想的应该是到达了任务二节点，咱们看是不是。把它清空以后，好，到达任务二节点了。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咱们查一下任务的流转是不能用这个 signal 的方法的，必须用 complete， 就是有个人必须把这个任务生成任务 ID 完成了以后才会去往下走。现在是任务二节点，任务二节点怎么办呢？它怎么往下走呢？任务二节点完成以后就会到达 end， 就是这个整个流程就结束了。咱们如何去完成任务二呢？大家看一下。任务二的时候会重新生成一个任务 ID， 肯定是不能用这个任务 ID 的，就是当然不是一个任务了。所以说咱们看一下，找一下任务二的任务 ID， 任务一的任务这就完了，任务二就会呈现新的一个任务 ID。 然后咱们这顺便给大家说一下，任务一这个任务去哪儿了，它会有个 history task 都来这儿了，就是说任务一的任务 ID 会到了历史任务里边，历史任务也会有一个方法，咱们会查认历史任务，咱们将来会给大家讲怎么把这个完成掉。Go， 哎，咱们看一下报什么错。我看这个报错了，咱们看是，它是删除或更新的时候有一个外键去有影响，这种情况下会就是我一般猜到的，大概可能就是咱们的解决方案，就可能就是它这个 Hamnet 这个事务影响的，咱们让它重新启动一下看行不行，重启如果还不行的话，咱们。就想想其他的办法，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见，一块儿跟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看一下，重新启动一下，因为咱们这整个的过程都是让 Tomcat 自动部署的，而没有去重新启动过，有时候 Hamnet 的事务一直是没有重新的重载过。然后咱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走下去？还是报错。咱们看一下当前所在节点到底是哪个节点。当前就是在任务二节点上，我的为什么走不下去呢？咱们试着换一下这个数据库方言，有时候这个数据库方言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咱们可以网上找一下 InnerDB 的方言，看行不行。因为咱们这个 InnerDB 是有事务的，咱们这个本身。这刚才咱们用这个数据库是没有事务的，数据库方言是没有事务的，咱们看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我也是根据经验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块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咱们这从一项目的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次这个事物了。这个里边就是其实也有一些 Habitat 或 Spring JVPM 的兼容性问题，也有一些是咱们那个必须要变的，就是遇到问题必须这么做的，靠咱们经验去解决的。咱们看这样行不行？可以了，你没有报错，咱们看看，应该是，看看现在有没有问题。走完了以后，咱们看用 now，其实走完了以后是不能用 now 的，为什么呢？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一下，看看当前节点，也报错，因为当前就没有节点了，是报了空指证，也就是说你这个我查出来以后。查出 set 是没有元素的，我这个 set 之后去 toString 什么的肯定会报错的。也就说，当前咱们 string 看咱们流程定义里边，任务二走完的时候，直接到 end 节点，就是走完了以后就没有任务了。而且咱们数据库里边可以看一下，任务二走完了以后就没有任务了，这些任务都会在历史任务里边。所以说，咱们这个最后结尾结束节点是不存在，不是一个状态节点，它不会停留，直接就结束了。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告诉大家的，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咱们结束节点是不能查这个当前所在节点，包括开始节点，只是一个是咱们那个标识符号而已。所以说这个流程就这样的完全的走完了，从最后一个任务直接走到结束节点就完了。这个就是咱们整个流程流转的一种方式。总结这节课内容就是，一个是就是查询当前任务节点，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用 signal 方法去做 state 节点的流转，另外一个就是去做一些个 complete task 去做 task 节点的流转，整个就是咱们这三个知识点，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